今天的晚霞超级漂亮，哇！这是什么情况的感觉？看见这个云彩已经是这么漂亮的晚霞，已经是2年前的巴厘岛以来了。漂亮的云彩，扔下正在吃的东西，立马爬出来。啊，我的葛桑花，我的葛桑花。我喜欢的小黄花。刚才像火烧云，现在又像夕阳画下的，哇，这个天井有没有一种罗浮宫内的感觉？啊，好棒！看这朵云，看这朵云。一定要配上一个漂亮的音乐。为什么画面会显得这么小呢？太难得看见这么棒的云彩。这边是这样的云，这边是蓝蓝的天。太喜欢了，太漂亮了。超级想定格这个云。
怎么可以这么大？